对，大家进去看看，船帆711号室，这个是海景房。今天星期六，这样子2800。特别优待哦。晚上今天风雨很大。呼呼。这个白天景色更漂亮，有拖鞋，可以下着下着雨，现在早上5点多，可以看到船帆驶。已经有人骑 U-Bike 在运动了。旁边还有 7。加进去看看，这是一楼的柜台跟摆设。今天浪好大，船帆驶，超大的浪。漂亮的浪，看了心情都好起来。好大的浪，船帆驶。准备离开了沙发区。